乔杉 Vision 9550跑步机维修，维修保养前内外满布灰尘。新旧跑带皮带比较，全机内外吸尘清洁。吸尘后内外擦拭润滑保养，换上新跑带，并在跑板加上汽油，更换薄膜按键组，启动测试，负载测试，完工。江师傅的日常，谢谢收看。